在刚刚过去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当中啊，几部台湾电影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几年呢，台湾影视产业在当地产官学界大力资助之下，不少也题材很新颖、制作很专业的电影呢，很受好评。现在大家又有机会亲身接触这些优质的台湾电影，因为多伦多台湾影展又将举行了。那么这一届台湾影展有哪些新片，又有什么特色？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影展的主办人徐弘毅为大家做个介绍。Hello Morgan， 你好。主持人好。是我们每一年这个谈你们的台湾影展啊，今年我相信应该是第五年了。对，第五届。你们从那个汽车影院开始一直到现在，规模越做越大。没有，我们第一次是室内，然后第二年是因为疫情，我们就在室外，做了两年的室外。今年你们的主题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今年主题是家，想让大家看了电影以后想回家的感觉。看了电影想回家。OK， 对 ，All right，OK、okay。那你们今年会带来哪一些影片呢？有什么？我们今年的今年有11部电影。跟以往比较起来的话，今年的电影会更多。OK， 然后有所谓的剧情的长片，也有剧情的短片，也有纪录片。哦，都有啊、哦，都有。所以今年的片型等于是包罗万象，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上面找到自己喜欢看的电影。OK， 大概有一些什么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心仪的？最心仪的，我喜欢看木片。看木片是五月雪，然后五月雪呢是台湾去年在十一月上档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也非常受到人家的注意的原因是，这部电影是有很浓很浓的马来西亚色彩，它在马来西亚当地拍的。是。对。但是这部电影其实用的里面的不管演员也好，然后甚至导演本身也是得了金马的以前的所谓的最佳新导演。OK， 对，所以这部片子很有意思。然后这部片子如果对于历史有很多想了解的人，可以来看这部电影。什么哪里的历史？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是，但是说的都是国语。字幕上面看得到他们说什么。是马来西亚文，当地的语言。当地的语言就有点像国语、台语，加上英文的综合体。是。对，所以还是要看字幕。然后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在讲当年马来西亚发生的屠杀，华人屠杀事件。排华。对。那以前这东西是不能说的，但是到了现在，他们也政党轮替了。相当。所以他们现在就拍了这部电影。难得。对，这部电影可以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可以看一下时代上面的转变啦，历史上面的转变。OK， 还有呢？然后我们的闭幕片很特别。OK， 我们闭幕片是30年前的作品。我们去年用了60年的作品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对。今天我们用30年前的作品，然后是《魔法阿嬷》，几乎所有我这个世代人都看过《魔法阿嬷》，因为30年前它是一部卡通片。对。Okay。 那等于是他30年之后把它修复版本，那我们请他在这边播放给大家，而且他明年应该会出《魔法阿嬷》的第二季，相隔30年之后。OK， 对。那么今年你们总共有多少部电影来参加？11部。11部。对。会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今年都跟去年一样，都在飞鱼梦的那个图书馆的电影院里头。OK。那地方环境还不错，是，但是就是专业的一个场地、啊。对，但是就是不能吃爆米花跟喝汽水。对。也就是说，你们有11部影片哈，对，各式各样的影片都有。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电影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相关的活动？有些人会请一些导演啊什么的。有，我们今年的话，因为现在大家都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科技太发达了，是，所以我们今年因为现在订机票也太贵了。然后，所以我们跟导演的方式全部是透过所谓的这种视讯的方式跟导演会联系，对，所以我们开幕片、闭幕片都有这样子 Q&A 的环节，都可以跟导演一同去做对谈。是，那么其中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需要介绍？其他有几部电影，像刚才讲的纪录片，这次会有2部纪录片。OK， 一个是去年的导演，这部作品呢叫做《男孩奇幻夜》，对不起，这是戏剧短片。然后还有一个漂流见到你，漂流见到你就是所谓的纪录片。那它讲述的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他们透过音乐去找寻，发现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音乐，后来发现也许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故事还蛮特别的。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在你举办了这个台湾电影节这么五届以来哈，就是说你觉得台湾的电影有没有什么特别跟你以前想的不一样的地方？台湾这几年还是把作品都集中在小品类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小，对，小而美。但是小而美，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贴近生活。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啊，这就是
我们的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讲说看完以后会想家，那就会觉得好像对，那就是我们生活里头描述的，就是我们生活里头发生的事情。那可能跟一些拍摄的手法会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台湾是有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式，做出一个不同质感的东西来。OK， 跟其他的亚洲电影，其他的亚洲影片来讲的话，台湾有个很特别的一种，小品也好，它有一种有股很清新、很特别的味道，跟其他电影还是不同。嗯，对。OK， 那么除了这些电影以外，有没有一些其他周边的一些产业你们可以去？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我们今年有卖 VIP 票。啊，如果你来买 VIP 票的人呢，我们在当天会送你一些我们前一阵子在推广的台湾品牌的那一些冷冻食品。哦，美食哈。对，我们美食跟电影做结合。OK， 对，是说怎么样 ？VIP 买 VIP 票的人，你就在当天就会拿到一个我们送给你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所谓的冷冻食品，等于是你回家了以后呢，看完电影会肚子饿吗？回家就可以加热就可以吃了。是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说太多，请你再告诉我们，就是说是今年有几部电影，然后呢在什么何时何地举行？今年我们有11部电影，我们在这个月的15号到月底。2个礼拜的时间会有播这11部电影，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上到我们的 website， 对 tfft.ca 上头呢去购票。OK， 在网站上面就可以买到你们的这些票 ，VIP 票也可以。对，然后记得要选位置，因为我们都是用选位的。哦，还是要有位置。对，没有错。好，谢谢 Morgan， 祝你们这个影展一切顺利成功，好不好？谢谢。是带来的片子是越来越多，然后呢质量是越来越好。好，谢谢主任，感谢你。那么15号啊，下个星期二直到月底，欢迎大家参加多伦多台湾影展。